苹果不直接吃了，加一点它，蒸着吃有好处。找一个盘子，加几片黄芪，扣上一个小碗，削去苹果的外皮。再切成小块，剔掉苹果心，把苹果围着碗放一圈。虽说黄芪蒸苹果好处多，不过也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吃。上锅蒸制。大火烧开后，转小火蒸15到20分钟。取出苹果，这时候苹果软软的，也可以直接吃。拿掉小碗，取出黄芪，就可以直接喝着汤了。